现在赶集人老多了，嗯，都能抢着呢。都卖粮有钱了。忙完了，闲人也多了。嗯。往后赶集月的人这回肉挺好的呀，这回肉。好吗？这点厚屁股蛋儿那啥呢？我挑的好吧。嗯。这家的骨头还小呢，这家的瘦肉多。人家说要是好吃吧哈，还是那个哪儿，还是这，就是前膀子。嗯。那瘦肉多还是这个？后丘。后丘。你咋买那么多泡沫板呢？不多呀。不，你是两面铺啊？对呀、啊，里外都铺。那不一面就行呗。两面这不好吗？严实吗？啊，这两天暖和，整还行。就是呢，过会天冷，想暖包着。我那天我寻思拿几个苞米化化它吃行不行？好。啊，咱家还有冬苞米呢。嗯。现在吃太早了，冬天吃多好。啥时候吃？现在是冬天吗？现在哪下雪了？哪到冬天了？看他们卖肉，我都着急了。咱家鸡快点长好，杀了吃。我得看下午给猪敷点黄豆糊，喂喂它，让它上上膘。嗯，猪吃黄豆挺奢侈啊。那你咋整啊？你不舍不得黄豆，吃不着猪肉。溜溜呢？溜溜呢？我看佳熙还给我爸买生日礼物了。嗯。哎，大白兔那个奶糖吧。嗯，大白兔奶糖和巧克力。妈，我不能让他买这个泡泡糖哈。嗯。哎呀，我可就揍他了，我说啊，你爸出生了给你爸买那么贵的东西，给我去买俩泡泡糖哈。啊，那天子啊，他买的那个奶糖的时候说，妈，等到吃这个糖才好，我爸就敢吃啊，我爸不敢吃。这是咱爸吗？是。这不拉爆米盖子吗？这上哪拉去了？自助地。这些够吃了吧？还太辣。那是离远点，这会风的多，别遮着。啊，嗯、这会风的。这猪头肉怎么样？这是猪头肉，这不肘子肉吗？对，肘子肉。嗯，挺好。哎，这是骨头抽走了。抽走了，他卖不带骨头。啊。不带骨头还挺合适哈。嗯。那还行。二十二斤吧。嗯，二十二，真是价了哈。嗯。佳欣，你没赶上你爸过生日。嗯，行啊，就赶上也少吃点，还能那什么。嗯，我那天我看看，你老过生日才赶上周日了。终于赶上一个。真的。那些年呢，你老不知道啊，过十一月十六，后来回趟观里。完了又问的，完了又说十月十六。我姥过生日过的连大半辈子过错了。咱家两个二十一，两个二。嗯。你俩是二十一，我俩是二。嗯。那还挺巧的呢哈。这爪子啥样呢？看看。不行，烫多了呢。烫挺多的呢，刚炖的。我说佳欣整写的这个，嗯，这饺子光有皮儿没有馅儿。馅儿呢？你看这朋友之后弄出啥呀？这个字我也看不。对，那就是馅儿。这是馅儿啊！啊，写成馊了。这没有馅儿。嗯，让他醒面之后弄出馅儿。嗯，我说怎么弄是怎么弄出收着啥意思呢？我寻思弄出剂子呢。完了包饺子，我说怎么没有馅儿呢？上，快上！爸爸，哎，长爸爸。长了呀！这老毛葱搁里边味儿，它就可好了，闻着哈。嗯。别大葱。
大孙子脾气不小呢。嗯。动不动就耍了哈。啊，动不动就耍。这小下地，你知道吗？出溜了。下地就想往地下出溜啊！一下子脸一下子变了。不知道跟谁唠嗑呢，端上去，端上去招呼。我去招呼。哎呦呦呦！不能偏向光发你俩。看看。他们俩，我会啥电话？我会，我不会用这玩意儿。怎么打的？对，就是这么打的。就这个盖。哎呀，甜勺再端个反儿。我说你会使唤吗？慢慢学呗。没事，我教你微信。嗯。教你打字。像扎心似的，搁手写。手写行。嗯。是那语音行。对。那边说话，那边出字儿的。语音啊。嗯。我还不会使唤那个呢，我从来没使唤那个。啊，简单，老简单了。我大姨天天用那个，她也会拼音。啊你要换个新手机吧。你跟我妈那啥，一个在厨房，一个搁客厅，你俩没事视频聊天。这咱俩这好手机都是他俩给买的，要不咱俩还不舍得买这样手机。是的。我爸得买一个了。那电话也不好使。你吃啥？那我抓酱油，拿个去爪子滴滴。真馋了，你看嘴直吧唧。哎呀，要张嘴了。还得吃你的这玩意儿。